卖开始。几个进出，但是可以看，各位都已经准备好了。然后标完之后就拿一个铲子铲起来去计价，这是你的了。这个蓝色一会儿要拍卖手，两千，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到声音？哎，他没有接我啊！走，五张，十六张，十八张，十七张，二十张，三十。价格把手举起来就是你的。然后你看专业的买家会自己带桶子啊、袋子啊、铲子啊。你就几斤的？刚刚高十，那就一公斤九十。这个就是第一轮拍卖的东西，然后买家自带鞋带或者是布袋，然后把得标的鞋带走。那两位大哥得标是多亚品，另外一边开始卖了，开始拍了，另外一边还没开始拍卖，已经开拍结果。这种野生的一定好吃啊，可惜没带钱，要不然就来标一标野生虾回去吃。